愿你内心三合壮阔适中，相信人间值得。很多时候一个转身就是一辈子，一起奔向未来。有趣的灵魂都是在不经意之间脱颖而出的，春风如贵宾，一来就繁荣。生活本不苦，苦的是我们欲望太多。人心本不累，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。生命就是一首诗，写满了悲欢离合。如若可以，请许我一段尘埃落定的静美时光。心态才是取胜的关键。有时候的失败却只是刚刚开始。不内卷，不内耗，把海外的美金挣到手是真本事，才令世人敬佩。爱就说出来，别等，别后悔，别遗憾。梦想能到达的地方，总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。真勇士敢入无人之境。古希腊哲学家艾比泰赫泰德说，对于不可控的事情，我们要保持乐观和自信，对于可控的事情，我们要保持谨慎和节制。今天是一个礼物，好好的珍惜今天。所以人生是有很多的智慧需要我们去拥有。这种智慧不但是有勤劳有智慧，还有上天给予你的幸运，所以要紧紧把握，把握这个美好的时光，享受这个美好的生活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向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拜拜。